不一样的老外，不一样的北京，曹操来了。可爱的小家伙，大名叫福娃，小名呢，他叫贝贝，他叫晶晶，他叫欢欢，这个叫莹莹，这个叫妮妮。今天曹操就要考考你，考什么？绝对想不到。咱们三个人就学这个换完，好吧？学啊？怎么个学法？一二三，做出来。好，没问题。摆个 pose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你得说他的表情啊，他表情就这样。北京欢迎您吗？北京也欢迎您。哎，谢谢。您在哪儿来的？我是美国的。美国的。对啊。北京话说的太棒了。还行，比我说的好。没您说的好。你最喜欢哪个？这个。红最强大的。Red mean hot。Red mean hot。Hot。Hot。Hot。对。Brisk。Brisk。Warm。Warm。好。我知道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2008的什么？2008的不知道怎么说吧？我不知道怎么说。富娃啊，富娃啊，贝贝、晶晶、欢欢、莹莹、妮妮，北京欢迎你，对吧？北京欢迎你，晶晶，二三，欢欢，莹莹，欢迎。最喜欢哪一个？我喜欢这个。你喜欢这个，为什么呢？这里边这个最小，但是跑得最欢。我最喜欢这红的。广东话，北京欢迎你怎么说？北京欢迎你。广东北京，北京欢迎你。欢迎你。北京，北京欢迎你。北京欢迎你。我们摆的 pose， 摆的姿势就是中国字。好，一二三。为什么他们叫这个名字？你知道吗？因为所有的名字在一起啊，说明北京欢迎你。没错，正好有五个福娃，对吧？那咱们有五个人，对吧？那一个人学一个福娃，好吧？一二三。北京欢迎你。不一样的老外，不一样的北京，曹操来了。跟你的女朋友说过我爱你吗？说过。一天几次？没有，好几个月一次。好几个月一次？王数次？无数次？不会了，每分钟一次，不会说。我真不好意思说，说实话。说吧。说，老婆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不够深情。不够深情。这样爱你。这行吗？你跟他说我爱你吗？我吗？有没有说过吗？非常爱他。非常爱他。一二三，说。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你们觉得你们两个浪漫吗？我们两个啊，浪不浪漫？我们两个是姐弟关系。不好意思。How often? Once a day, twice a day, once a month. Once a day. 他结婚了，他每天一次，最少跟他老婆说我爱你。他结婚了30年，哇！你想这多少次？这说我爱你多少次，我都算不出来。那咱们这所有的人说了，就喊一下吧，说我爱我老婆，老公我爱你，老婆我爱你。Oh, oh, yeah, yeah. I love you more than I can say.
挺漂亮的。谢谢。你求婚的时候你是怎么求的？你是这么求的吗？老婆，我多么的爱你，我的爱就是跟海一样大，跟天一样宽。사랑합니다。日本人在中国北京王府井第二次求婚。说你心里最想说的话。嫁给我好吗？好。我爱你。戒指呢？在这儿呢。啊，没看到吗？花了多少钱买这个戒指？10万呢。花了几十万。怎么样？几十万。好些年了，快50年了吧？50年了。当时啊，求婚的时候是您求婚还是您求婚？哎，当然是我求婚了。当然是您求婚的。嗯，您也说一次我爱你，您也说一次我爱你，行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你要相信，我会一生一世的爱你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动我的心。今天咱们看了很多成棒棒的，咱们看了人在那么多人面前还敢喊我爱你老婆，我爱你老公，我觉得真好。我觉得有爱就该说出来。好，那到下一个星期说曹操，曹操就当曹操。